第七届的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呢，在台湾的台北这边展开了第七届了。那么今天呢，特别的哇，看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来自大陆的各省的这些的那个书画大师。那在我旁边这个呢，很难得也邀请到了我们这个也是这个书画院的院长啊，也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这个崔殿甲，我们的崔院长。那在这里呢，我首先要那个恭喜贺喜，您带领了这么多的优秀的这些的那个艺术这个名师过来啊，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蓬荜生辉啊哈，到处都是一些的那个名师的那个书画。那我想呢，您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您这一次带领这些的那个这么多的这些艺术家呢哈，那到台湾来，您是不是可以先介绍一下？好，谢谢主持人啊，我是北京西洋红书画院的院长，这次在中国书画家代表团到台湾来，我是第5次来台湾了，哇！所以对台湾呢并不陌生，对两岸书画界的交流、文化交流呢也不陌生，因为经常啊在北京或者中国内陆啊接待很多台湾来的书画家们、书画大师们，所以两岸的文化交流啊是非常的热络。目前呢，我们这次来台湾，这个带了30多个书画家过来做个交流，那么增加两岸的感情，增加两岸的了解，增加两岸在文化领域的传承。这对我们两岸来说呢，毕竟是两岸一家亲，所以我们这个今后啊，把这个路子走下去，希望两岸的交流更加热烈些些。是的，在这里我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崔院长哈，您来台湾这么多次的，那么你对台湾的印象深刻难忘的有什么呢？也跟我们海峡两岸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台湾山美水美人更美，台湾跟大陆的两岸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只有到这里才有家的感觉，真是两岸一家人。哇，真的是很温馨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到了大陆也是一样的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的啊，两岸一家亲。那么我想说这一次这么多的名师啊在这里，那我想您应该有一个愿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艺术带到国际舞台上，好不好？好，谢谢。这个呢，我们有个考虑，逐渐使我们两岸的这个文化呀交流在一起，然后呢走向世界。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国外做展览巡展，这个介绍我们这些名家名师到国外去，使我们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哇，太好了。我想呢，我们海峡两岸的那个都感受到了啊，有一句经典哈，就是也要我们崔院长跟带领了这些所有的这些的那个这些的贤达哈名师呢，一起来中华文化全球化，好，全球文化呢在中华，您说是不是？是，一定是这样的。好，我们共同努力，把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好，谢谢崔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相信呢，这个以后呢会陆续的永续经营，长长久久的站在国际舞台上，好不好？好，为我们中华民族喝彩。好，加油！一定加油！好，谢谢。
是这个第七届的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那么在台北市这边呢，我们的这个台湾呢有一个优秀的一个委员啊，我们的前委员这个郑瑜正哈，我们的委员，那么他这一次呢也代表了台湾跟这个我们两岸的艺术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那么在这里我想请我们的郑委员啊，您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一下您对这个两岸的交流的那一种的那个氛围啦啊成果，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吗？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有这一次的这个两岸书画家的交流展览，那我代表哈台湾这边表示竭诚的欢迎。那事实上，两岸之间的艺术文化可以说是无界的啊，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来促进两岸的和平。海峡两岸一家亲，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呢必须要请我们这些的那个名艺术家名师呢，还有我们这领导呢带领着我们呢，一定要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尤其是我们的文化教育艺术的交流，是不是？是是，非常对。对，来，上到我们世界所有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中华文化呢要全球化，全球文化呢在中华，大家说是不是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现在呢，我站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位名画家啊的前面这边，哇，你看看《雄风图》啊，哈，这个真的是看到这个老虎的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势雄赳赳的。这个作者呢就在我旁边，我想我请我们的作者呢来介绍你一下，还有您的这个画有什么样的精华精髓，值得大家来欣赏的，好不好？好，我是这个天津来的代表，这个虎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解之缘。形式别名字名别名就是虎翅，等于就是雄风展翅，等于这画虎专职为了这个我下很大功夫，去东北采风，去动物园写生，为是抓住它的形体好创作，为了让大伙欣赏。尤其是这个机会，我和海峡两岸的各界同仁、各界领导人士，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平台机会。通过这个机会互相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促进咱们海峡两岸的友谊长存。好啊，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大师啊，您来台湾几次啊？就是头一次。太好，太好了，这个一生当中呢一定要到台湾宝岛啊，没有来到台湾宝岛的话你一生遗憾。那么你告诉我一下，您这次带着你的作品来到这个台湾宝岛啊，您有没有想要做的，或者是有什么愿景啊？我主要是让大家更多的人欣赏我的画，认可我的画，认可我的画就行。是，我有专这画有30年了。哦，30年呐。另外还能画仕女人物画。是。古仕女我得有样子。好。古仕女画的比美女还漂亮。好，那我在这里请教我们刘大师哈，在台湾你印象深刻想要吃的啊玩的是什么？印象深刻的台湾。台湾小吃。台湾小吃。还有呢？还有就是民间习俗。哦啊，好，中华传统，传统的哦，文化传统、饮食传统、民俗传统，哇，都是可以的。好，太好了啊，我们这一次的话就请刘大师，除了你的作品啊，来这边让大家更深入的体会了解以外呢，你也好好在台湾宝岛这边呢，能够吃喝玩乐，尤其我们台湾的美食啊，好好的品尝体验，希望你也能够常常来到台湾来啊，把你的作品带过来，好吧？好，行，谢谢，好好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魏可可啊。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今天的宝岛一片生机，在这辞旧迎新、万象更替的新年伊始，
为了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海峡两岸的沟通和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美丽的中国梦，我们在宝岛台湾举办第七届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同祖同根，为了共同传承和弘扬祖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我们来了。两岸人民血浓于水，心连着心，为了深化两岸人民的情谊，我们来了。带着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亲切问候，我们来了。我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我们来了，来到了桃红柳绿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祖国宝岛，来到了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宝岛，来到了同根同祖共筑中国梦的宝岛。今天两岸的书画家画家欢聚一堂，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领导，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和将军，协会领导、民主党派领导和书画家代表、企业家代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光临大会指导。台湾亚视、普惠台湾 PTTV 电视台、前锋日报等媒体也亲临大会，对大会进行全程报道。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此次大会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崔殿甲秘书长，大家欢迎。台湾立法委员、台湾中华消费者协会主席郑于正先生，大国院长吴芳怡女士，中华将军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周康生将军，中华海峡两岸新闻事业交流协会会长，台湾中华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华国际文教交流促进会会长，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特别顾问徐水树先生，中华新著名党主席张黎生先生，中华新著党副主席费守鸿先生，中华新著名党秘书长李长生先生，黄埔军校校友会副会长刘继正将军，台湾中华书道学会理事长朱振南先生，中华中小企业促进协会会长朱富恩先生，台湾世界书画家总会副会长、台湾著名书画艺术家詹秀荣女士，国际第二届书画交流大会指导委员、台湾著名书画艺术家邱秀蔚女士，普惠台湾 PTTV 电视台执行长吴淑华小姐，海峡两岸同胞大家上午好，大家靠谱啦，台湾著名水墨画家刘荣英女士，中华漫画家协会顾问陈台林先生协夫人李小凤，联合总会名誉会长刘厚朴先生，世界和平联合总会名誉会长陈明月女士，台湾民国党日本党部组委陈玉辉先生，中华天然排毒养生协会蔡依女士，国子监常务副院长徐英华女士，
英女士，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代表何嘉欣，台湾前锋日报社长郭庆刚先生，香港国际书画家协会顾问胡一鸣先生，全国五一劳动劳活全国庆国女节榆林市女子书画家协会主席边兆芳女士，江苏省邳州市老年书画协会会长方伟亮，中国书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协会理事、著名书画家江云，湖南娄底钢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李胜平先生，华南理工大学的何颂文教授，最后向大家隆重介绍的是中国策划协会理事、华夏夕阳红书画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三农书画院常务副秘书长、全国展会资深策划、本次画展总策划郭秋雨老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其他到场的嘉宾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进行开幕式的剪彩仪式，有请剪彩嘉宾。热烈鼓掌，说一声，现在开始。下面剪彩仪式正式开始。好，擦了。来，一二三，乖，来，真的剪，真的剪，知道吧？挺难的，大了胸部啊！啊，来，这个彩带，好球啊！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崔建甲秘书长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宝岛台湾，特别是带领我们这个三十几位书画家呀，来到台湾做艺术交流。台湾这个地方呢，我来过很多次了，特别是跟郑理事长，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每次到台湾来，郑理事长都是亲自接待。周将军，我们见过几次了。那么还有在座的很多台湾朋友，我也比较熟悉，刘悠女士，著名画家啊，这个在台湾也好，在国内的展览也好，我也多次参加。那么这次来到台湾呢，非常高兴。两岸文化交流啊，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来的次数很多了。那么多不多呢？还不多。我们还要继续来，还要邀请我们台湾的艺术家到大陆做巡回展出。那么两岸的文化传统啊，是一脉相承的。多年以来，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两岸不断的携手在国际舞台上做很多的文化展出、文化交流。前几天刘女士刚刚从日本回来哈，做这个在日本也做了展出。那么我们两岸呢，在文化交流方面有很深的基础，特别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水墨画的技法也都是一样的，书法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没有障碍。我们到台湾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回到了家。昨天我们在香港的感觉和台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一路走来啊，这个心情很复杂。那么到香港感觉到不是很舒服，不是很舒服。到台湾以后呢，真是到了家一样。我自己亲身感觉，每次到台湾来都是回到了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呢，台湾的朋友到大陆去
也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两岸应该很好的携手，在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在各个领域应该很好的合作，这是我们这个复兴中国梦的一个前奏。所以呢，我们两岸携手起来，一定在把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发扬光大。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有请中华海峡两岸新闻事业交流协会会长、台湾中华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华国际文教交流促进会会长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特别顾问于水树先生讲话。我们来自北京的崔秘书长，还有我们郭院长，还有我们台湾的几位大哥哥大姐姐来自两岸各省市地区的嘉宾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今天呢我是要飞到大陆去的，我跟郭院长已经先请抱歉了，但是因为行程调整啊，能够再赶上这么一个盛会，所以感到非常的开心。这个会呢今年是第七届，我有幸啊大概参加了其中的五届只要我在台湾呢，我们郭院长一个通报，我们一定啊跟我们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我想现在海峡两岸都在全力的推动文化跟文化产业的交流跟合作，透过这么一个性质的活动，把很多省市地区的这个书画大家还有文化工作者请到台湾来为的是加强促进两岸的文化跟书画艺术的交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已经举办了七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要组个团就很费劲，而且这个团不是北京地区的，是涵盖全国各省市地区的。从第一届我记得来了70几个书画家然后年年都是大阵仗过来，我想这个工作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建议在此给我们郭院长最热烈的鼓励掌声，好不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透过这么一个形式的活动，透过在座各位书画名家艺术大家，还有热心两岸文化工作者的朋友们，能够把这个活动推动下去、发扬下去，能够为文化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跟这些能够做出最好的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今天。人很多，我想我就不多讲了。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许先生亲切的讲话。下面有请台湾立法委员、台湾中华消费者协会主席郑宇正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崔秘书长，我们郭会长，还有周中将。许先生、大元院长还有张主席还有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书画家大家早安，大家好。这两三年来我推动两岸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承蒙崔秘书长给我很多的协助，尤其在两岸各地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奔波，来为两岸的艺术文化来付出奉献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有待于在座的各位大家同心协力，为中华文化来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一个基础，来实现中国梦，也实现台湾梦，好不好？好。所以今天的这个画展书画展可以说非常的优秀，而且都是精品我们的艺术家们长期经年累月苦心磨练的这个长才我在这个展出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把两岸的关系朝向和平而且也是两岸一家亲
血浓医学的这种亲情能够发扬光大。同时呢，我们建立把中华文化能够走入国际舞台，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成果。最后我祝福今天书画展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跟各位拜个早年，谢谢，谢谢。好，下面我们有请本次展览台湾合作参与中中华新著名党主席张明生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崔新副长、郭院长，那个大陆来的贵宾及台湾的贵宾，大家早上好。那个我先自我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华新著名党现任主席。那本党在台湾，也就是说以大陆嫁过来的这些男女配偶，是服务他们、关怀他们、荣耀他们为主。那今天也来了很多这个新著名的有关社团的负责人来跟大家交流，可能也就是会碰到老乡，各位远从大陆来，我预祝第七届海峡艺术文化展成功，也希望各位在台湾旅途愉快，谢谢大家。我们热烈欢迎我们陆军中将、中华将军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周刚生周中将给我们讲几句话。最敬爱的老长官，我在三十几年前在台北新庄当指挥官的时候，知道新庄市的市长是哪一位吗？就是在我们在座的我们郑宜正郑市长，也当过镇长啊。他是我那时候在那边当指挥官的时候，对我是最支持也最厚爱的。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在这里能见到他啊，跟他谢谢。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艺术家，今天我奉我们这个水树哥跟我们这个什么郭院长的指示，我不得不来，再大的行程都要把它排除到外面。风雨故人知，到这边来跟各位见面，内心里面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呢，我特别敬祝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伟大的画家、艺术家，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干部，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画展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各位。下面我们有请中华大园书画院院长吴凤仪女士讲话，大家掌声欢迎。我是吴凤仪，也就是我们这个华夏西洋红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邀请。再次我万分的感激两岸，我们两岸的话当然要和平，当然要平安，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到现在目前我说起的很多文化艺术哪个国家哪一个好，我们的看起来真的大陆文化真的不可说的怎么好，怎么样的成功，我收藏的很多，也希望我们大陆还有我们台湾有名艺术家欢迎来瑶池生活院。我法名叫大元，但是艺术来讲、文化来讲，是我生命中从小就喜欢，所以会有艺术文化的人决定不会做坏事，心地一定很平稳的，像人家说的老天爷。那么我们有艺术的人
我发现他们的平时的说话决定是友善于人，不会有什么政治战争的。为什么要发扬文化艺术？你看看很多很多的才能，很多的艺术家心地都非常的善良，也就是我方怡大人喜欢的。我虽然啊世界都有学生，但是我是推广文化。那么我们这个院长，我非常的感恩你，我们再次见面。我听到淑华，他是一个很好的啊记者，也是我多年来的好像妹妹一样的。他介绍了，这次我好开心，好开心，就马上来，也见了我们这边的长官，也见了呢以前的市长，也见了我们的将军。那么我在此呢，要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做善不要为恶，世界就会更美满，家庭会更幸福，可以吉祥幸福美满，在我们这个大会更能够继续成功，每年都来展示。你看看这些画，我看了以后我留了很多的画，但是呢这文化有的我都还没见过。谢谢啊院长，这次给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两岸和平，谢谢。下面有请台湾前锋日报社社长郭庆章先生讲话。尊敬的郭院长，秘书长，我们这个郑理事长，还有我们台湾的贵宾，还有这次远道来大陆的各省的这个书画大家、书画老师，大家早安。我姓郭，我叫郭庆章，是台湾前锋日报社海峡画报社的负责人。没有想到这个郭院长这么抬举啊，这个也让小弟这后生晚辈哈、啊，也来发个言。别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但是特别特别的尊重，特别特别的尊敬啊，这有长期经营在文化这个领域的这些老师前辈们。我听说这个朱伟老师啊是昨天晚上才到达台湾，这个刚刚我们郑理事长啊也提到了，台湾这个经过昨天晚上到今天啊，有一个很惨烈的一个结果。啊，这听我口音呢，小弟本人是这个安徽人，我刚刚一进来很荣幸啊，就碰到几个安徽老乡，特别做了很深度的交流。特别是我本人这个是从事一个日报跟杂志的发行啊，跟大陆有相关的各省啊，有很多的这个媒体界的朋友们啊，我们都有交流。这几年来，我们就是觉得说两岸的交流呢，看起来是很频繁，但是坦白讲，不讳言的说啊，可能在某一些层面的心理的距离呢，似乎没有很实质的这个接近，这是我们文化人哈、啊、在从事文化、从事媒体工作的时候感觉的一种隐忧。从昨天的这个从昨天的这个惨烈的状态就可以知道。所以昨天晚上呢，我马上就跟这个跟我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大陆的这个媒体的同行啊，我们就在联系。他问我说：“哎呀，郭市长，你们台湾现在这样的会如何？会不会乱呢、啊？会不会什么？”我说：“那你就想太多了，不会，完全不会乱，因为呢，台湾在民主的这个体制底下啊，已经搞了几十年了。纵使我们自己呢，台湾人本身呢，对于所谓中华文化。”或者是早期的像各位熟知的李登辉时代，或者是民进党时代，是不是有去中国化的这个疑虑呢？我想各个有各个的主体，我们双方呢就是长期在这个高度的领域上，双方的领导人或者是我们文化界的人士，甚至是媒体界的人士呢，我们都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跟主张。重点是我要跟各位老师拜托，也跟我们这个媒体同行们啊，这个都有一个我们自己心愿上的拜托。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样惨烈的结果，
那么我们多年来两岸文化界、媒体界的交流的这些成果哈，不该轻易的让它冷掉或者是流失。这个时候我们文化界的人士，文化是什么东西？除了我们常说的琴棋书画之外，其实是一种言语、饮食、生活这些认同，这些心态上的认同，大家老师们说对不对？对。这个不单纯是我们不是谈在谈政治，所以我们是谈一个这个媒体人呐、啊，媒体工作者的一个心愿。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哈，我更是希望说，我们两岸从事这个文化工作的有各位老师，有我们做媒体的，更加呢加强交流，在这个文化的层面，更让台湾，更让大陆。我们相关的这些民众朋友，从年轻人、学生到我们成年人，都能够啊，让更体切、更贴切的知道说，我们是血浓于水，我们两岸一家亲，如何的一同呢？我圆中国梦，圆台湾梦，这是我们做文化人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老师给我们那么这么有程度、造诣这么高的一些书画的一些展示。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当然也都各个引进了很多的这样的老师到台湾来展示各位的造诣，那我们也会陆续的引介台湾的一些书画的作者到大陆去做交流。顺便我自我做一个广告，当然有少数几位老师呢，这个已经我提供了我报社的杂志呢，给个老师看。这个杂志是其实是我报社跟大陆的某一省的新闻，这个是我报社出版的杂志，这是跟某一省的这个新闻出版局的合作啊，在台湾落地发行的，专门着重于在人文、历史、地理这一方面的内容，不谈政治，不谈经济，这也正是事有巧合啊，正在这几个月的时候。这边另外一题的，这几个月呢，我跟大陆的相关的媒体啊，我们正在做一个协议，做什么协议？刚好跟各位这个书画老师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打算开一个专版，专题的专版，专门介绍大陆跟台湾的书画老师的作品。因为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或者是文化界的人士长期经营在这个体系里面，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好的作品，或者是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内涵的东西，能够展示给民众大众看，而不是只是在内行的圈子，也要给一般普罗大众的这个民众去让他们吸收这个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精髓。我们准备跟大陆的媒体也开这样的一个专版，做比方说我们在台湾介绍大陆的书画老师的作品，那在大陆的版面上开了，给我们介绍台湾的书画作品，两相交流。事实上，这个事情我坦白讲，据我了解，在大陆的某一些媒体做的比我们台湾做的更好。例如说，我比较知道的，像浙江日报集团有出一个美术报，他们这个实力很雄厚，还有各省的可能都有书画院或者在出的一些专刊，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会后如果书画老师们有兴趣这个有幸让我这个杂志或者是我们的媒体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作品介绍的话，也欢迎你跟我留一下资料，我们尽可能的为老师们服务。特别最后呢，也是跟各位老师跟理事长做一个拜一个早年啊，今年这个年会很不一样，2016年，那也非常欢迎，特别欢迎这个各位老师呢，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刚刚开始没好久，就到台湾来做交流。谢谢各位，谢谢各，也祝各位的整个的行程参访行程旅途愉快，谢谢。下面有请我们来自首都北京的王辉信先生代表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来自台下两岸的首长、女士们、先生们、书画界的同仁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奎信，是书法爱好者，来自首都北京。有机会参加这次文化交流活动，
与祖国大家庭的名家同仁一起学习交流，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增长才干，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为此，我感到无比高兴与自豪。在此，我真心感谢各位长官、组委会领导，感谢与会的全体朋友，并赋诗一首：名家荟萃聚台北，文化交流成国粹，德艺双馨行中华，祖国文明前景美。谢谢大家，祝大会成功。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天津的卢广波老师，他的工笔老虎栩栩如生，胡须皮毛等相当逼真，他就是全国画虎名家卢广波大师。下面有请刘老师给大家讲几句话。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天津画虎，就是爱好者吧，也算等于钻研多年。这个今天呢，出席这个海峡两岸第七届中国书画交流展会，感到非常荣幸高兴。哎，再就是嘛呢，唯一的遗憾就是前几届我没得来，今天来呢，等于啊也是特别激动，因为我这个画虎结合自己想法吧，总是有些心潮澎湃。为了画虎，我到东北去写生饲养中心、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天津动物园去过多次，就是为钻研画虎。另外，我最开始是画人物画的，现在侍女还能画，就说这两个题材对我来是不解之缘，所以现在唯一荣幸是什么？借这次机会和大伙儿这个就是海峡两岸，尤其台湾的各界同仁、各级领导欢聚一堂，共同这个发扬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所以这个源远流长。所以说呢，大伙儿有这个平台坐在一起，共同交流，共同切磋，共同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今后还会再来，再会再互相交流。这我只是开个头一次头，我就不耽误大过多时间了。那个，谢谢大家，嗯。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实在没有想到崔秘书长突然要叫我讲话，不好意思，我是刘荣英，芙蓉的荣，黄英的英，我姓刘。看到我的名字就是画花鸟的荣，芙蓉，黄英，所以我是画水墨花鸟画。我是台湾师范大学政科班出身，然后一直都从事水墨画。从去年，其实在2006年我就开始进到大陆去，因为觉得画水墨它还是主要还是以中国大陆为主。那我自己是在台湾一直都是从事中华文化的东西，因为我的老师辈是在解放的时候到台湾来，我的老师呢都是黄君璧啊，那个渡海三家，他们到了台师大来，所以我应该是传承了中华文化最正统的东西，在台湾师范大学。那毕业以后，因为从事教职，也开始传授一些中华文化的东西。那从2006年开始有感于两岸的，希望能够我在台湾的第二代，我在台湾呢画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要推到大陆去，让更多大陆的艺术家们能够看到台湾的艺术家
画的东西，所以我在2006年，因为当年我自己是当画会的会长，所以我带了团体到大陆去，到了厦门最近的厦门美术馆，也到了郑州美术馆，参加一些亚洲的交流，那个时候也活动非常多。后来卸下会长以后，自己要再从事一些交流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困难的。那后来呢，有机会呢，碰到了郑委员，因为郑委员呢，他正好从政界下来，他希望能够推动两岸的文化。那我想这太好了，因为艺术家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去推动的。那碰到郑委员的热忱，他希望能够在文化上的推动，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合作。他需要有一个好的艺术家，我相信我在台湾我是好的艺术家，我是很有自信的。所以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个好的艺术家，我也需要有一个背后非常强有力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呢，这从去年开始，我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长春吉林大学，甚至呢上个月我刚从青岛美术馆回来，我都办了几场的个展，全部都是郑委员协助的。那个人呢觉得能够在艺术上能够往上推动，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两年到大陆上能够推动的这么顺利。那真的非常感谢，趁这个机会我非常感谢郑委员，因为有他一路的推动，让台湾的艺术家的东西能够呈现在大陆上。那上个月我们开始走国际，我到了日本东京都美术馆，刚刚回来，我的作品在那边，在台湾的水墨只有我一个人去，所以也受到了大家的注意。那到了东京都以后，他们中那个是由日本人主办的，他们非常看重我们台湾，当下呢就聘郑委员为副会长，那么希望也聘我为台湾分会的会长，希望呢在两年后我们在台湾举办国际的展览，所以我们接下了这个国际展览的重担，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在做一些文化交流的工作。我相信未来我们到大陆去，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文化交流、文化大使的角色。撇开政治不讲，我们就用文化来交流。我想这也是在现阶段我们的贡献。希望我图画得更好，委员的身体能够更好，能够来带动这个文化的东西。还有我到了北京，都是崔秘书长，我到了长春，崔秘书长也赶到长春，我非常感动，所以今天他来到这里，我当然要来，我是一定要来参加的。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这两岸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的交流，还有我认识了非常大陆上的艺术家，还有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在这里非常感谢。我说我到了大陆，我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我觉得一路都有贵人相助，因为我是台湾，到了大陆去，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友谊。今天呢，看到各位艺术家能够到这里来展览，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预祝这次的展览成功顺利，希望你们到台湾来，能够好好的这几天看看台湾的文化。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崔秘书长，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美女画家的讲话。下面请允许我隆重介绍来自台湾的美女书画家邱秀蔚小姐。邱秀蔚小姐从事书画教育与推广工作15年，曾获奥运纪念碑全国12大杰出指导老师奖、中华书画教育学会第25届
2016-27届连续3年获颁优秀指导老师奖。2008年被聘为国际第二届书画交流大会指导委员。下面有请来自台湾的邱秀薇小姐讲话。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那个来自大陆的朋友，各位长官，然后各位前辈，很高兴呢看到你们，因为我是因为第一届的话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得到金奖之后呢，我从第一年之后一直都受到那个郭副院长的邀请来跟大家见面，然后非常欢迎你们，然后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后面还有很多人要讲话。好，谢谢那个郭副院长给我这个机会，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利，谢谢谢谢。全国五一劳动劳模，全国巾帼女节，榆林市女子书法家协会主席边兆芳女士，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这次来到宝岛台湾，我说亲爱的台湾人民，亲爱的台湾，这是我向往多年的很久很久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了，而且还带着文化来交流。感谢组委会给我这次的机会，感谢郭院长带我们一行来到宝岛台湾做文化交流。我说一句话，就是要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经过了万水千山，来到了我们宝岛台湾，非常非常的荣幸，也感觉到特别的亲切，是我们一家人，我们的同胞。我要说我的艺术是我的一个特别的爱好。出国我的本职工作完了以后，是书法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可以说我爱书法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啊，我愿意在其中陶冶情操，成就艺术，用书法表达一切，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写照，也是我坎坷人生的叙说。今天我把作品展现给各位领导好老师，希望你们在这次机会里边给我多多的指教，然后在我艺术道路上能成长。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时候，我从2001年到2007年，圆满地完成了2085首唐诗、宋词和名言佳句，一共1500名长，20万字。所以说，这个说明就是我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我对书法很的酷爱。所以感谢郭老师，感谢郭院长。也谢谢我们的各位领导和老师。我发一个诚挚的邀请，希望我们台湾的尊敬的领导和各位老师们能到我们大陆陕西榆林，也就是陕甘宁蒙，我们靠的是内蒙的讷尔多斯很近，希望我们请你们吃大块羊肉、手抓羊肉，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谢谢。下面我们有请安徽合肥交通局的周光宇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来宾朋友们，你们好，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海峡两岸书画交流展。我的名字叫周邦宇，来自安徽省合肥市。本人自幼酷爱书画，热衷于书法行草，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咨询网签约书画家、中国书画家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画家国画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等职务。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大赛中获奖。今天是第七届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开幕式和颁奖仪式，作为获奖作者和各位同仁，欢迎到美丽的台湾宝岛。以下谈3点感受。第一，在华夏夕阳红书画院国运展的精心组织下，举办了这次书画交流展，
我感受到最深的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书画艺术交流平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祖国的四面八方，通过这个平台走到了一起，得到了共同分享艺术，相互学习，互相探讨中华文化艺术博大精深的目的。第二点感受是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通过书画展让我们认识到台湾的领导和名人以及艺术家和企业家两岸同一血脉，都是炎黄子孙。自古有这样的说法，亲戚要走，经常走才能更加亲。今天的氛围让我感受到是在走亲戚访亲友。第三，通过书画交流展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台湾宝岛，台湾的自然风光文化底蕴，让我们的更加领略到人生的乐趣，以得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国主义教育。今天参加这次盛会非常荣幸，我们合肥市是安徽省的省会，是三国故地包拯的故乡。现在巢湖市巢湖全国的五大淡水湖已划入合肥市了，全市人民已朝着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目标发展，欢迎各位同仁到合肥做客。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齐派传人著名的画虾大师葛剑心。葛剑心在紫砂壶之乡江苏宜兴长大，长期受到艺术熏陶，画的虾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大有齐白石之韵。有请来自紫砂壶之乡江苏宜兴的葛剑心先生讲话。你们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江苏宜兴丁所镇，就是我们的紫砂壶的故乡，我叫葛剑心。今天我有幸来到我们宝岛台湾，跟各位同仁一起交流我们的书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悠悠的书画艺术得到更大的发扬光大。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也邀请我们的台湾同仁到大陆去共同书写我们的中华文化。谢谢。下面有请我们来自香港国际书画家协会顾问吴一鸣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香港胡一鸣，这是很高兴、很荣幸，跟大家，我跟30多位我们的老师啊，一起到台湾宝岛来，实现了我第一次的心愿，啊，很高兴。这次难得机会啊，能够认识宝岛书画界各位朋友，通过交流这一平台呢，我们能够欢聚一堂，交流切磋，互相学习，增加我们的友谊，共同弘扬传承中华文化。中国书画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画艺术呢，都随着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民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尤其是中国大陆实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与世界各国的开通交流，与海外华侨、侨胞及港澳台同胞的广泛联系和交往，我们的书画艺术呢得到了更加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资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全面数码化新时代。
在这大趋势下，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在青少年这一段年龄层呢，明显受到了冲击，到处只见低头族啊，大多数连用硬笔书法认真写封有头有尾、称谓齐全的书信都不会，会也没有这种耐心了，更不会在家里去扎住毛笔、虔诚灌注的半小时以上练书法了。香港有的学校啊，甚至已经把那个书法课都挤掉了，这是中华文化领域的一种倒退现象。我相信台湾在这方面保留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呢，做的要在我们的前头。为此呢，我们在座中华文化的传人、书画界的朋友们，必须义不容辞的一起手来，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之瑰宝，继续努力，发挥我们的应有的推动作用。两地书画名家虽然流派不同、风格各异，但其都出自于华夏文化的同一祖根。为了更好地开展两岸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地增进两岸书画界的友谊，我在此衷心祝愿本届交流转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海峡两岸的各位领导、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好，我是江苏南京徐州老年书画协会的会长，啊，今天能来到和台湾同胞，尤其是在这座的领导人，各位的名士，我感觉非常激动，特别的高兴。我本人是世界华人名人协会的理事，北京喜阳红书画艺术研究院受到国院长的认可和栽培，是名誉副院长。那北京六艺书法艺术研究院的盛世书画家。今天呢能来到这里和大家汇聚一堂，共同交流经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这就说明了我们两岸的人情同于水，两岸一家亲，永远一家亲，好不好？好。我就讲到这了，算了。华夏夕阳红书画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秋雨老师，长期致力于海峡两岸的书画交流，每年来举办一次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至今已经是第七届了。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中国策划协会理事、中国三农书画院常务副秘书长、华夏夕阳红书画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展会资深策划、本次画展的总策划郭秋雨老师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许会长，还有周将军，还有大岩老师，还有崔秘书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海峡两岸同根同祖，一衣带水，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为了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海峡两岸书画沟通和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扩大两岸人民的交往，深化两岸人民的情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在成功地举办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六届
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的基础上，正在持续迎新万象更新的新年伊始，遴选国内最优秀的书画名家，组成大陆书画名家代表团，带领祖国人民，带着祖国人民对台湾人民的亲切问候，来到宝岛台湾举行第七届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领导、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和立委周将军，还有各协会的领导、 PTV 新闻台、前锋日报等新闻媒体光临大会指导工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华夏西洋书法艺术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交流协会、中国西洋红书法网、九州风铃国际书法艺术研究院、华夏西洋红书法艺术交流展览中心、北京西岐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光临大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敬意，向为此次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向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才华横溢的书法家画家们表示最热忱的欢迎。华夏西洋书法艺术研究院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需要，由国家专门批准成立的书法研究机构。我们已经在广东、河南、新加坡设了5个分院。今年2016六六大顺，这个台湾的新的领导人也出来了，我计划在台湾设一个分院啊，夕阳红啊。那个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老年，繁荣传统的文化。那个由于时间关系，我其他不多谈，我现在跟大家两岸的艺术家呀谈一谈这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啊去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做了重要的指示。他其中有一个讲话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就是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相统一，这才是好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是习总的讲话啊。要实现这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我谈几个观点。第一，作品本身要过得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打铁必须要自身硬，是吧？本身要有艺术价值，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绝。大家请记住这三句话：人无我有，人家没有的我有，是吧？人家有的我精，我比他们精，人精的我绝，啊。所以作品要以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粮食献给人民，这个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再怎么炒作，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有些年轻的书法家呀，写了两个字，画了两幅画，他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他也不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每天在家练功3-4个小时，他就是天天往外面跑啊。我今天跟哪个领导我写字了，明天我跟哪个领导合影了，他就炒作。那样呢，他一时可能能起来，产生一时的效益，但是最后他是没有远大的前途的啊。第二个，我就谈一下这个包装和交流的问题。这个包装啊，包装不是炒作，炒作是里面没东西，坑炒。这个包装是里面有东西，把它包装漂亮一些，卖好一点，这叫包装。那个光有好的东西是不行，
以前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这句话已经过时了。酒香现在是怕巷子深，所以我们有的书法家辛辛苦苦耕耘一辈子，到最后呢，到去世了才出名，啊，有的甚至去世了还是默默无闻，为什么？缺乏炒作。这个炒作呢，第一个呢就是包装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交流。我这个重点谈一谈这个交流。在座的这各位书法家，在当地是那个小有名气的那个艺术家，但是呢，光有勤奋是不够的。那个，所以你们呢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常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跟各地的书法家交流交流，好吧？只有交流才有创新，只有交流才有发展，只有交流才有提高。两岸人民同根同祖，血浓于水，两岸关系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两岸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从2009年开始，这个真正实现了两岸的大三通。近来呢，华夏西洋红书画院呢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举办了多次画展，几乎是每年一次。那个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也取得了一些业绩。你像去年前年我们都卖了一些画到这里啊，我们大元老师亲自掏腰包为我们那个书法家买画，我很感动，真的。那个书法报，中国书画报，大家都看了有报道，还有中央电视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诚的希望这个台湾的书法家和画家们呢，还有在座的台湾的各位领导啊，立委啊，还有将军们啊，还有许会长是经常上我们大陆啊，你们经常啊也多到我们那个大陆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大陆有我们的长江啊，有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摇篮。大陆秀美的山川一定会让你们流连忘返，大陆人民和你们一样的热情好客，也希望你们呢老一点的呢加入我们那个华夏西洋和书法院啊，共同为传承祖国的书画更相盛举。2016年是中国工人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各地呢将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另外，2016年4月29号到10月31号，在河北唐山呢有一个世界园艺博览会，所以2006年有2000大事，一个是纪念工人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一个是唐山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华夏西洋和书画艺术研究院将联合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分别在2016年的8月份和10月份，在河北唐山和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的画展。我在这里正式地向台湾的艺术家和领导们发出邀请，大陆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光荣和梦想同在，现在海峡两岸的书法艺术家们高兴地坐在一起，欢聚一堂，畅谈我们的书画大业，但亦无止境。希望那个今天到会的两岸的书画家们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投入到更加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创造出更多的时代精品。希望海峡两岸艺术家们紧紧围绕在两岸一家亲的旗帜下，加强沟通，加强交流，加强团结，并以今天的大会为契机，使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走向常态化，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好，谢谢各位代表和各位领导的光临，谢谢大家。
那个我再说一下，这个由于时间关系，那个我们其他代表就不发言了。下面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由我们那个郑立伟和许会长，还有我们周将军，带领台湾的企业家，和那个协会的领导，还有知名人士，参观我们的那个书画作品。各位老师呢，你们回到你们的作品前面去，就一边就不发言了，就自己简单一两句介绍一下。龙发涛群英雄，慈悲情派，请慈悲情派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斜阳红，白发渔家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路一壶浊酒喜消魂，古今多少事，独赴笑谈中。谁根据地上这些字也是我的，这个字都是。各位老师们，我是中国浙江浦江，这幅画是我自己创意的，叫《龙凤宝鉴》，玉的意思呢就是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就是这个。好 OK， 好，谢谢。我叫向胜龙，是上海的。这幅就《兰亭序》啊，就是这幅作品，我就是书法百家杂志啊刊登的古今兰亭百家书啊，百家书就是登就刊登我这幅作品的。请领导指教。现在咱们内服馆，行，那就下面是谭老师。啊，这是我在抗战胜利70周年编的一首诗：东洋日本富军国，勾结狼崽野心勃，欲来为敌搞扩张，篡改历史防罪恶，政治光复旗帜日，腾翅安倍在玩火，腾抽凄惨我口肉。敌看敌人鬼子血，勿忘国耻行征华，强盛方能御侵略，富国精兵皆无懈，应保和平千秋业。应楷书写的。我这个呢，这首诗呢，我是来自大陆安徽，这个我56年生人，我的名字呢叫王立新。我写的这首诗呢，就是直接对我们这个夕阳红，华夏夕阳红，就是这个老年的夕阳红藏头诗。这个诗呢，就是老当益壮，业无穷，当仁不让，气如虹。这个一国利民扬马蹄，壮志不减夕阳红。这个就是老当益壮。我们的国家，大陆和这个海湾两岸，为了交流，这个感情。互相交流，送给海湾的两只熊猫缓缓远远也激励着我们两岸的领导这个缓聚缓远的意思在这里我写一首诗在上面，东洼行两岸行，缓缓远远亲情亲家，共发展民族兴，祖国江山万年兴。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谢。待会儿好。这空姐她照个相，跟你照个相，跟你照个相。好。好。
我呢是香港的代表，书法呢是我的终身爱好。通过这次这个交流展啊，我们跟台湾同胞一起共同走向繁荣中国的文化，是吧？好，这个是我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我的，你念一下啊，念一下。这个是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作品。本来说通知这一次是搞纪念作品，所以我带一幅来。那这一幅呢是比较早写的，所以这个刚好两幅内容跟警讯中华有联系，所以我就作为一个作品的人带来这个地方。那我是。都那个7、8岁就开始写对联了，哎，那当时呢就是写柳公权，啊，打下柳体的这个楷书的基础，以后慢慢呢，我就喜欢上这个行书，因为我写对联，然后呢坚持了40多年，在我们福建龙岩市区，每年的25写到30，就是为老百姓。喜欢的现在会到我家里来找我写对联，所以我的主要特点是写对联。我这边有猴年的对联，等一下你们谁要的我都可以现场来写。好，谢谢大家的指导。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美国洛杉矶11年，然后今年是特地代表我父亲徐志东先生来到台湾来参展，因为我10多年都不在父亲身边，所以呢我也是一直很倾慕我的父亲，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了解祖国的书法艺术文化。那我父亲是练字40多年，他擅长各种不同的体，这一幅明月几时有的这一幅字就是他自创的一个体，然后他尤其擅长行草，然后他特别喜欢摹写心经。然后我觉得这次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很多跟我父亲一样的艺术家，了解了他们的艺术，了解这个文化的这种传承，都是我父亲写的。对，他的心经，然后他的，对，这个报纸是我父亲其他的一些书法作品的集绵。对，这是我爸。对，是的，这不是，就这一些。对，谢谢会长。刚刚去的那个菊花写心经。对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下面这个作品是谁的？这个作品。大家好，我来自湖北荆门，我名字叫胡歌华，这次来到台湾，带着我的伯父和我本人的作品一起来这里展示，向大家给我艺术家学习，受益匪浅，收获很大，向我们这次的会展圆满成功。继续发扬，我们也更加努力，希望来年再次来参加向大家学习，谢谢。这是你画的？这是你画的？也有啊。哎，这活生生的。这是什么？菊花？兰花。这个作品是谁？哪个老师的？这是谁呀？这样。这个是你的吗？我来自湖南娄底。哎，这个五年前一次参加今天这个会大会，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要感谢各位领导和书画界的各位朋友主办的这个海峡两岸书画展，这是两岸艺术家交流纪念增长的友谊的友好平台。两岸一家亲，这次书画展显扬了中华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突出，是两岸联防自身交流书法经验，相互学习。我这一次也是来学习的，是吧？我这个是师傅包括这些话啊，这个感谢。那个人呢？这个是师傅。节目处理上，这是太修了啊！青绿山水嘛，青绿山水，这不错啊！我是江西星子县，老家，
是吧？现在在浙江搞书法工作，对啊，这个这幅书这幅字的是作品呢是百鬼风光，毛主席天天生，啊，这幅字，你这幅字来讲呢，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大小不一样，也就是说呢，字要字呢要不整齐，在不整齐中见奇，字字整齐就叫史诗，修缮这一笔就是比较老赖一笔，哎，太粗细一样，大小一样就太老实。所以是这个要字要有奇形，对，它有变化，心要有心意，心情意，这个呢有四种比喻包含在里面，是吧？形、早、意、正，四种比喻，不是说四种字的，而是四种比喻在里面。你看你的玉像草书，玉像人书，玉像人看你的正书，是吧？还有象形，那个是你的书吗？哎，是草书的，哎，就是草书吧？哎，是我的那个，哎，那个神游嘛。那个人人家是主动关过电话，主动买，哎，这个是意外效果，这个是他的，哎，这是意外效果。大不，你要是写我这个题意写不通就这个，哎，这这是那个，好，好，谢谢啊，谢谢。这是哪一位？这是我的。哦，你的，你要整理。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好的，好。我叫高伟亮，来自江苏徐州。徐州市老年书画协会会长，因为我自幼喜欢书法写字，文学诗赋，所以说对我来说，我一生当中都没有把它撂掉，一直在研习古老的书法和现代书法。怎么现在又搞上剪纸了呢？这个剪纸是我会里的一个人叫我带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个女的，隶书是你写的？哎，隶书是我写的，对。哦，这是你现代的隶书，现代化都写这种隶书。好的，好的。对，那边由我是古今结合。还有一个人呢，我也有一个背诵。好的，好的。哦，就这样，好了。来，见花还见花。这是他的宅花。谢谢你啊。这不是。朱轩归浣女，莲动下雨舟，这是一个悲寿图啊，这是古人的隶书。太乙老仙闲不出，女外高人是得知，这是魏征明的亲自笔迹。我研习了一年，将近研习了一年。文征明的，基本上与他相似，差距不大了啊。这是我今年。2016年，这是第一版挂历，我与这五个顶家高手还有一版，出来了。好，行，画的啊，这你画的啊，这花啊，花角画还是不错的，很仿古。啊，自己啊！啊，我来自河南的画家啊，我是这一次随华夏夕阳红艺术代表团啊，第七届海峡两岸书画交流展啊，整理了一下啊。介绍你的。好，啊，我。我画什么？画画啊，这花鸟嘞，这是我的早期作品，这次呢啊，早期做了两幅，做了两幅啊。87年啊，这作品啊，这几幅作品是新的哈，啊，对，现代作品啊，好啊，啊，梅花，牡丹也讲完，好了，好的，他就完了就过来，好，我是来自陕西革命圣地延安的，啊，革命老区延安啊。这次来到台湾的第一感觉就是，台湾是个好地方，台湾是中华大陆啊，这个血脉相连啊。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汽车，香港的汽车驾驶要在这边，台湾的汽车驾驶要在这边，和我们大陆是一样，我们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呵呵，
这次搞文化艺术交流啊，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台湾啊，来到台湾。我是延安人，我是写毛体书法的啊。这个作品是我的毛体书法啊，展示了毛主席最高水平的诗词《沁鱼愁雪》和他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这个是毛泽东在瓦窑堡写的《清平乐·六块三》啊。我还另外写了一幅作品，是这个啊，永和九年这个《兰亭序》啊。我希望台湾和大陆的朋友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能够走在一起啊！我也很郑重地邀请台湾的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来大陆，来我们陕北延安搞一次海湘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啊！谢谢，谢谢。是一个大学退休教师，我是这样，我是退休之后来学书法的，而且学书法觉得这是延年益寿。我是1939年出生的，人家说你不像这个年龄啊，我说这就靠我每天练书法，就是临吃养性，是吧？写的呢，也一般。像这条写的，我特别欣赏啊！这个草，这个草书啊，不管黑白啊，问题啊，这个字的结构我都非常对。所以在这里头，这是绝对是一个精品啊！我也带过这幅作品，也有人喜欢它。文教授的书。下边卞老师啊，来，卞老师，请讲，先介绍一下自己，对着镜头啊，他拍完了对着镜头介绍自己，然后介绍你。我叫边兆芳，来自陕西榆林，是能源丰碁的地方。这次很高兴来我们的宝岛台湾，亲爱的台湾，来参加文化艺术交流，我非常感谢。啊，这是我的作品，上面是厚德载物，下面这是一个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厚德载物，出风就是喝醉也很爽，很灿烂的意思。对呀，是春风。对呀，春风来了以后是自己陶醉了嘛。道尽天下就是一般给大领导写的，像给你这样大领导写的。谢谢。好，还有他的，等会儿啊。这。等会儿。能不能？这个字。我是来自安徽合肥市的书画爱好者，这是我的作品。我从小酷爱书画，喜欢这个王羲之、怀素、朱有明等书画名家的草书。因忙于工作呢，30多年没有写书法了，所以近几年把过去的爱好重新拾起。
又开始另行说法，主要目的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这一次书画海峡两岸书画交流展，让我们这个大陆的艺术家和台湾的艺术家走到一起，进行艺术交流，增加感情。希望这个我们台湾的艺术家到我们大陆去进行交流、学习和考察。我是来自江苏宜兴的，我叫葛静兴。本人呢就是从事绘画呢也不少年头了，主要是对呢中国水墨画，特别是齐老先生的画，情有独钟，以他为榜样，为的是发扬我们的中国画，是吧？希望我们就是通过这次海峡两岸第七届的书画艺术交流会，能够使我们两岸的文化人在一起，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好，谢谢。丁宝生来自上海，我这幅作品是一是行诗，也带点行抄，内容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啊，这个就这样吧。行了吗？这样行。想去街道看看情况。这幅作品是，我是王桂清，我是四川彭州人。我创作这幅作品，主要是请我们国家呀，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加的这个发扬昌盛，更加的国，所以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喜欢成为国学图。最后一个，来，等会儿你看他一下手势啊，完了你再介绍，好吧？他给你手势，然后我们做个陪，我们几个做个陪衬。这个是我的作品，我是专攻壶画，这个执迷于画壶，再就是人物画，侍女也能画，古时装古装的，这壶钻研好多年了，刚才我说了，所以说这也是自个儿多年的体会。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有幸呢参加咱们海峡两岸第七届艺术交流会交流展，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席这一会儿，希望长期和咱们海联那个同胞长期见面，共同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全部了。我是责任重大嘞，你看看，真的，这个不容易。好，谢谢。谢谢。是啊。
书画艺术的交流展呢，在台北这边非常的热络圆满成功。那么我们呢，也要请我们的邱院长哈，还有郭院长呢，您日后要薪火相传啊，这样子长长久久的永续经营我们的中华文化艺术，好不好啊？来，好，谢谢，祝你圆满成功，两岸书画交流一定会继续下去，圆满成功。是的，我们的郭院长，希望两岸交流走向常态化，也希望那个台湾的书画家到大陆去举行画展，我会热情地欢迎大家。好的，那么邱院长、郭院长，来，我们呢一起同时来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呢能够全球化。那全球的文化呢，在中华，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海峡两岸一起努力，好，好，一起努力，好。陈理事长也是我们民意会长，
那现在呢，我唱名完之后呢，请你上来，请各位老师逐一的上来领奖。刘广波老师，刘广波，注意听啊，听了你就上来。Thank you.
不要把我作为造出来啊！